诗歌舞，诗歌舞，两千多年前的古印度，那个民智未开的时代，在卡比罗维国诞生一位救护世间的角色，伊就是太子悉达多。悉达多悟道成佛后，开始以深深微妙的神法来度化众生，在灵鹫山初转法轮，以经王妙法莲华经开启佛的智慧大门，引导众生航行浩瀚法海中。佛陀说法度众49年，在涅槃圆寂前不忘叮咛弟子，佛灭度之后要以戒为师，严持奉行如来教法。佛陀前世曾经历过100亿次的轮回，幻化成有情无情众生，因应众生因缘，随分随时随处演说佛法。佛陀教化众生无数，将伊堪称为世间的生命导师。正法永驻，如来法身不灭。欢迎收看《释迦佛外传》。佛陀在奇缘经社时，成为一个夸口的比丘说法。修行就是要在身口意上用功，随时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，使身口意三业清净。菩萨的四摄法，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，都必须透过语言为桥梁，达到利益他人的目的。佛遗教经中说，若有人来结结之解，当自摄心，不令嗔恨，亦当护口，勿出恶言。总是信口开河，其实也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。修行学佛，我们要让自己身口意三业行善法，具足正知见，所作所为皆如法。所以佛陀告诉大众，若人欲自护，当护身口意，修行于善法，端正心念，以正语、爱语摄受大众。话口，也就是讲话虚华不实，是属于十恶业中的机遇。缺乏自信的人，往往会有话口的行为产生，目的是想虚张个人声势，企图壮大家己。在佛陀僧团中有一名比丘，每一次开口讲话，有3分是真实，7分则是夸大，尤其是讲到家己，更是加油添醋的碰风。但往往拄到代志的时候，却是退缩到远远的所在去。静下中，其他的情众拢在谈论这位爱夸口的 BQ。佛陀经过法堂时，听到 BQ 因正在谈论此事，佛陀心想。僧团中有一名爱夸口的 BQ， 果然让人相当头疼。但是众人聚集做伙讨论他人是非，也是极为无妥当的代志。毕竟僧团是修行的道场，不是论人是非的议事厅，应该要加以杜绝，让道场恢复到正轨上。于是佛陀走入法堂，将比丘便随即停止谈论。佛陀说，爱夸口的行为确实是令人厌恶，但是议论他人是非时，又再度陷入夸口的行为中。其中比丘加说，世尊，阮所谈论的拢是事实啊，并无诽谤伊的意思。佛陀说，当咱咧谈论他人缺点的时候，拢会犯了夸大其词的毛病。再加上你一言，伊一句，这个人就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。真有一来，
恁的行径由伊遐爱夸口的 BQ 有何两样 ？BQ 一说，阮所举出的例拢是事实的，绝无冤枉伊，阮甲伊是无共款的。佛陀说，恁确定所谈论的话题拢无共款吗？内面难道无属共一件事吗？佛陀这样一说，众比丘顿时哑口无言，各自检视着家己拄则所讲的话，当下恍然大悟，原来这的话绝大部分拢是听讲来的，并非是亲自经历过。佛陀对众比丘说：“人咧谈论他人是非时，多半带有主观意识。”不免会论以夸大，真理失去真实性，甚至穿插附会，到最后完全失真。人之所以会夸口，是想要争取别人的认同，但是到了最后，便会遭人唾弃的。这一位夸口比丘，今世是如此，前世也是如此。接着佛陀秘密道出这一段因缘。有些人喜欢耍嘴皮子，自以为伶牙俐齿，甚至夸下海口，最后却能力不足，什么也做不到。学佛是要学佛的身口意，时时以佛行为己行，佛言为己言，佛心为己心。然而我们不觉诚信，总是粗心大意，说错话，做错事，让自他不得安宁。修善断恶是不该做的不做，该做的要积极去做。所谓守口摄意身莫犯，从身口意的实践出发，达到防非止恶的目的。有智慧的人能够明白口业过患，所以开口就是利益他人，无意之言宁可不说。凡夫众生却是不吐不快，嬉笑怒骂，闲论是非，放纵口舌，逞一时之快，忘了佛法教导我们，福在口中，所以展身。西方法界推出释迦佛外传，讲授释迦佛对太子到五德，法官正的无上正的正觉，到最后成佛的一生。精彩的节目需要大家做伙来扶持，让释迦佛外传的节目透过十方法界感动人心，请扶持节目制作经费。划拨的号码42274784，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话讲以前，梵语王在婆罗那城治理国政的时候，在城内有一位经济富裕的长者，长者的妻子生有一子，而在同一日，家中的女奴也生了一个囡仔。长者之子在学习的时候，女奴的子女在一旁做书童伴读，因此两人为伴，自细佚佗做伙，也斗阵读书写字，并且一直参与劳动工作。女奴的子女跟随着长者之子做伙读书，自日渐月亮之下，也渐渐擅长读书，并且生得眉清眼秀，取名叫做卡多和多。卡多和多以负责管理长者家中的珠宝事业，由于认真负责，深受长者的认可与赞许。但是卡多和多并无知足，伊心想：我家己阁怎样努力，拢袂当改变出身低贱这个事实。虽然是管理长者的珠宝事业，但万一出了差错，连命都赔袂起。我每日小心谨慎的工作，所得的收入与食物，拢是如此的弥补。这样落去要如何成家立业？为何我的命运如此坎坷？难道这一世人拢无法翻身了吗？
徛到河道，愈想愈唔甘心，于是搬出一片白叶，加着中介的名字，顶面写着：“我是某人，今日找小李到府上来见你，其与咱两府门当户对，那是联姻，该是好好传为佳话，世代成为美谈。”徛到河道，看到中介幽灵的查某囝，但是碍于身份的关系，只好假冒为中介的细汉囝，来高攀富豪之家的女儿。徛到河道，准备了医疗，当作是盘手呢。带着中介的书信，登门拜访中介幽灵。迄位中介问说：“你是为哪里来？”徛到河道回答说：“我为婆罗奈下来。”中介又问：“你是何人之主？”徛到河道回答说：“我是婆罗奈中介的囝儿。”话讲完后，立刻双手呈上书信。中介拍开一看，信上嵌着婆罗奈中介的印信，便证明了这封信确实是幽灵所写。中介用目睭上下打量，徛到河道，便说：“果然是一表人才。婆罗奈中介有遐尼好个囝儿来做我个囝婿，这是我个光荣啊！”中介对徛到河道是赞誉有加，套一句话讲：“老丈人看囝婿是愈看是愈喜欢。”便将徛到河道留落来，并准备一道好菜招待伊。夸口加上假冒身份，这样的谎言一旦被拆穿，可真是无法收拾。因为迷惑和习染，我们总是以为没有人知道，于是放任念头，谎言一个接着一个，越说越真，就连自己都要相信了。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，言谈举止反映一个人内在的智慧、品德和修养。谨言慎语，说出口的话恰到好处，自然皆大欢喜。时时刻刻保持觉性，只起善念，不起恶念，只说好话，不讲坏话，脚踏实地在因上努力，严禁口业，远离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。想让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清净，首先要端正知见，知因是果，只起善念，不起恶念，自然能远离恶口。日子过了几六日，富豪中介见不到徛到河道，便问家丁说：“徛到河道，伊走去倒位？”家丁说：“伊走去倒位，我也拢唔知影。”听消防说，有捡了几块高级布料，注意是啥人摕去的。这中介相当气愤地说：“全拢出去找，将几座城并过来，也着爱甲找着。”中介心想，家己是毋是有做出无道德的代志？若无的话，怎样这类目睭皮一直跳袂停呢？家丁四处探听，拢探听袂到徛到河道的下落，但却听到了富豪中介之主要成亲的消息。家丁心中十分纳闷，于是赶紧回去向老爷报告。富豪中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才知影诸事太大，要尽快将徛到河道找回来，免得将代志愈误愈大，到时便难以收拾。徛到河道发现富豪中介派人在找伊，伊惊东窜事发，便立刻离开中介的厝。徛到河道知影家己已经窜了大祸，但是伊唔甘心即将到手的幸福却不翼而飞，于是伊想了一个方法，上街去散布这样的言论。别个牛人，因家己牛肉持股，唔知爸母的恩德，
当父母用饭时，不行敬礼礼与父母同食；但我当乡亲用饭时，必捧壶或提水壶、提盘、提水盘以善礼做。这句话道尽了奴隶对主人所做的一切情事。离奇话中的意涵，却暗藏着家己身为奴隶之主的心酸。但街上的行人听到这样的话语，几乎拢在为徛倒好倒的行为而感动，认为伊是一个孝顺父母的囡仔。接着，徛倒好倒回到岳父的厝，对伊说：“岳父，听讲我的父亲会来见你，请你准备两个两种食物，而我也会带着礼物到途中去迎接伊。”徛倒好倒来到途中，拄着富豪中介，跪在伊的面前，将礼物献予富豪中介，对着中介说：“主人，从今以后，我袂阁管理你的珠宝事业，请你也唔通毁损我的名誉。”富豪中介看到徛倒好倒，手上捧着两个两种食物，也有一锅汤来作为供养。富豪中介看到这一幕，心就软下来，伊心中开始反省着：当初虽然有提供予徛倒好倒读书的机会，可是另依旧将伊当作是奴隶一般来看待。眼看徛倒好倒精进家己，想要出人头地，但碍伊家己是奴隶之主，由于出身低贱，却无法追求家己的幸福。夸口说谎，何尝不是因为内心的自卑作祟？建立自信，可以帮助我们增长善根，学业、事业、道业都能有所提升。不过，自信过满也会产生骄慢，所以建立自信要中道而行。真正的自信是对自己本具的佛性生出信心。如慧能大师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；何其自信，本不生灭；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；何其自信，本不动摇；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知道本自具足的清净佛性不假外求，这念清净心不生不灭。因为这念心具足一切，能生万法，所以不论我们身处任何环境，这念心都能平等自在，不随外境而波动。这就是真正的自信。富豪中介反省过后，便对徛倒好倒说：“免惊，我未去阻碍你。”于是起身前往邻村去面见好友。富豪中介见到好友，表现得相当客气。邻村中介对富豪说：“大中介，我读了你的背后书，已决定将女儿嫁予玲珑了。”林村中介将女儿叫唤出来，用女儿介绍说：“近来见一个你未来的公公。”林村中介的女儿恭敬地向未来公公行礼。富豪中介说：“真欢喜你能成为我的新妇，我期望你和我的子女将来能够同甘共苦，彼此相爱，做伙共创未来美好的生活。”新妇对公公说：“玲珑无别的缺点，只是在饮食上有小可挑剔，让我实在相当为难。”公公对新妇说：“新妇啊，无错，这是一种歹习惯，但是我有办法来治伊。”新妇好奇地问公公说：“是什么办法呢？我一定要好好的学起来。”公公说：“你就提出两个两种食物，让伊选择。伊若选择了较软的食物，你就对伊说：你回去婆罗奈好啊，去过那种每日厌恶不堪的生活。如此一来，伊便未过挑食了。”
有一日徛到河道，挑剔新妇煮的食物，未下胃口。新妇就将公公甲好意的方法用上。果然量徛到河道改掉共过五万的湿气。符合中者为了生存，徛到河道，并无拆穿伊的身份，但也无予伊在乎。爱伊必须靠家己的能力去探得家己的财富。出身低贱的人要如何翻转家己的未来？唯独的方法就是靠读书一读，这也是当初富和中介的用意。两个当时出生的囡仔，却因为爸母阶级的关系，便有着极大无同的差别。富和中介本着由我有以及人之有的精神，社会人品，两徛到河道，照着判读的方式，也让伊有机会接触书本，也因为家己争气，才有能力为家己翻转命运。不得为将 BQ 说完故事后，下了一个结论说，故事中的徛到河道，便是迄个爱夸口的 BQ， 而普罗奈中者便是我。BQ 加说，看来伊爱夸口是有原因的。不过，好亲像爱夸口的人，也爱有一点仔本事才会使，也若无，真容易予人看袂起的。佛陀说，夸口便是讲过五万的行为。身为修行人，必须爱加以断除，才会使。若到他之国，种种为大言，彼归因破灭，取时勿多言。听到妻子这么说，以为自己的身份被拆穿，从此不敢再对饮食挑三拣四，恶言一句造三途因，殃及累世，如斧在口中，所以斩身，尤其恶言。深信因果，才能远离恶口。常说赞叹语、柔软语，说能启发大众觉性的话。想要保护自己的法身慧命，唯有从修善断恶、清净身口意三业做起。心无善念不起，口无善言不说，身无善事不行。良善的身口意三业就是修善，断恶是停止排除恶因。没有恶因，就没有恶果。我们可以用口修行，远离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，使口中所出句句良言法为珠玑，修习善语，自利利人，人我兼利。感谢您的收看《释迦佛外传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天崩。
无奈何止。书写